如果你说你买这个键我认可，但是这个键不是也消耗耐久吗？你为什么还给我买个键呢？这个我就不懂了。那个人三套无级别，你们也三套无级别，咋的进你们家都必须得一人三套无级别？问题家族两个有问题的老板，六套无级别竟还有六把155器。兄弟们，我们随随便便登录了一个59级的号，这个号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很深厚的内力。一个59级的号上为什么会出现5个150级别的装备呢？有5个155级别的装备，他为什么要玩59呢？项链的话是一定可以确定的，项链的话就一定是无级别加破血狂攻，13段以上的舍利子，出灵还得高啊！我们一起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尊都假都，无级别破血狂攻啊！当你知道他带了14段的高灵无级别破血狂攻项链以后，你就知道他的帽子必然要上17段，还带了一个小特技啊，太极护法罗汉金钟的弟弟啊！这个号甚至不怎么打 PK。服饰甚至是建设套啊，鞋子17段的无级别黑宝石鞋，腰带17段黑宝石，或者是16段光芒石，17段光芒石，这我是没猜着啊，大哥，17段光芒石我真少见啊。衣服的话是存力高防御，这个衣服的防御啊，如何让这个大唐心理崩溃？只要给这个衣服还原，他就哭了，因为这个防御熔炼了46，只减了4点力量，是再也还熔炼不上去了啊！这是最极限的熔炼，1点力量可以影响换算成耐力的话，减比如说减4耐的话，大概是减6防，也就是这个衣服去掉负面的属性，相当于40点啊，极限熔炼，没法再强。他的武器的话，其实根据他全身的装备是能推出来的，他的武器不会低于910啊，但是不会高于930。也就是915左右吧，看没看上？说一句话，说一个就，也就是啊，显得我特别的屌。对了，兄弟们最近有想出号的可以滴滴，出不出的也没关系，这里有免费的估价和万人群宣传。53啊，1053除以3啊，再加上555，伤害906，比我预测的差了4点。生日任务小 B， 任务小 B， 任务专用，归宿净坛。妈呀，59级带鲲鹏，带了一只神狗。带了一只凝光炼彩，带了一只净坛妙体死亡，带了一只出奇须弥啊，带了另外一只出奇和须弥，走59级玩家的路，让别的玩家没路可走。在咱们旁边还有一名59级的玩家，金色 ID 染了色，染成了绿色，然后也拿出了一只鲲鹏啊。好，又是一个金色 ID， 帮派叫啥名啊？帮派名字叫梦幻西游，不过这个梦幻西游的帮派要倒闭了呀，资金维护就都开始低维护了啊。咱们现在团队有几个像这种级别的老板了？兄弟们，还有一套装备，有一套17段的155级别，但是由于耐久度消耗的比较高啊，所以说他们选择了一套高性价比的120级的无级别当做刷任务用啊。那如果你说你买这个剑，我认可，但是这个剑不是也消耗耐久吗？你为什么还多买个剑呢？这个我就不懂了，这个武器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？你带这个也是掉耐久，掉那个也是耐久，耐久度都一样的啊。除非你买个1000初始耐久，一个珍珠当两个珍珠用啊！还有一套50级的任务装备啊，浪涌平砍出发。哎，这俩武器能玩9离城，对，但是能玩9离城，9离城一定要选两个伤害比较接近的武器，施法特效，一个扶摇九霄，今年的新款，我就是因为这个花了15000。双施法特效，虎啸顺风，扶摇九霄，这号玩的时间应该也挺早的了。哎，你开施法特效花了多少钱啊？130的珍珠开了844个啊，兄弟，他说他刚回归，不知道啥叫青蛙瓷啊，上来就他妈开抽奖，开了10多万。哎，来看一下59级9离城，左手右手一样的武器，哇，他高调，哇，太高调。这两把武器一出手，我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了。这个号非常的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两把武器不是选择绝对的高伤，因为9离城的武器只能发挥到60，也就是你用1000伤害的话，两个武器都只能发到600，但是他宝石和属性是不打折的，也就是力量和力量加敏捷大大提升了这两把武器的性价比，这是为9离城精心挑选的武器，然后通过造型的转换，左手和右手一样，用风影二刃的时候还能加伤害，还有施法特效啊，卧槽啊，这是啥家庭啊？一个59级新门派，拥有了耀眼麒麟、大斩红兔、烈火麒麟、比翼飞4个施法特效。我跟你讲，有无级别，我觉得没问题。无级别你多少钱买的？你卖了的时候可能亏个手续费、亏个跨服费，对吧？有点波动。
但是施法特效这个东西，一个是买房子，一个是买房子装修，能一样吗？装修你卖号的时候，卖房的时候他也不加装修钱呢。这个就是那个59级的问题家族的另外一位成员。我操，等一下，这套是刷任务的来了，还有个17段的。哦，那个人三套无级别，你们也三套无级别，咋的？进你们家族必须得一人三套无级别，家里得有一辆商务车，得有一辆轿跑，还得有辆 SUV。你们这个家族确实，来看看这套吧。啊，哎，你们家族的项链都是模板生产，他的是七十无级别14段，你的是13段，但你的人到高龄。武器150，哇操，武器点了修罗傀儡的鬼套，没见过的兄弟们啊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武器能点修罗傀儡鬼套，再加满天花雨套，3件满天花雨加3件修罗傀儡腰套啊，修罗傀儡鬼套，这把武器930除以3加577啊，887加敏，小900的级别，这把武器加敏速度太快了，16段黑啊，速度，我靠，59级速度651，59级速度651，兄弟们，这是没零式啊，哥哥。还有一套变身的无极品，还有一套变身的，那个是修罗傀儡鬼全套，这个是变身啊，加修罗傀儡鬼啊。他150的无级别武器买了4把，130的140的一样1把啊。哦，这个号的施法特效是有点屌的，施法特效太多了，镜台四袭十技能，引弓林中鸟，双姿1550的壁垒神马啊，还买了一个鲲鹏。